喂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美女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在公司里面脱衣服啊？哎呀，我这里面不是穿打底的吗？再说了，你是新来的吧？我昨天刚来呀，怎么了？那就正常了。你呀，不了解，我是公司出了名的夫管严。我那个老公啊，你不知道，特别爱吃醋。这结了婚以后啊，我但凡穿得好看一点，他都不让我出门的。不是吧？这么恐怖啊？对呀，因为我老公那个人啊，他太爱我了，他呢怕我被别人拐跑了，他有个单身汉的啊。哎，美女啊，我刚刚看你肚子比我的肚子还大，你穿这个套装也太显瘦了吧？当然啦，这个套装啊就是专门为我们这种大肚子大胖胖的设计的，穿上以后呢又有小蛮腰又有大长腿。哎，你把你这个套装脱下来给我试一下吧，我都160斤呢，这个肚子又大，大宽腿粗的，老是买不到衣服穿，你帮帮我嘛。哎呀，我是没办法脱了，这样吧，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人，我这里呢刚好有一套我备用的，那我先给你试一下吧。行，那你帮我看着点啊。嗯。哇，这版型可以哦，腰头弹力这么大，而且啊一点都不勒不紧的，阔腿裤小腿外翻都能给我做起来。对呀，小蛮腰都有了嘞。再把上衣穿一下。行呀，这上衣也不错，看着小小的还挺能遮肉的嘛，而且这种线条感感觉我小腰身都有了，怎么样？好看呢、啊、现在哪里还像160斤啊，就像110。真的呀？那你这个套装在哪里买的嘛？我就是不会买衣服，你教教我呗。哦，我在这家大妈女装店买的啊，他们直播间啊这套衣服才100来块钱，还有很多很好看的，你可以去看看。真的呀？嗯。